因为我们学校都非常明确是爱国爱港，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学生了解自己的国民身份，他们了解自己的定位。那今天恰好是第一个上课天，也是一个学年的开始，所以双重意义。还有就是在最近社会的风雨当中，我们也一定要把国旗升起来。啊，读好书，做好人，啊，就这样子。我们首先第一步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学生，啊，不让他们去陷入这个深渊里面。我觉得香港同学，香港年轻人应该好好的去考虑自己的发展，去看看这整个这个国家这个发展，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，这样子才对自己的未来，对社会的未来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。